没谈过恋爱。那我们一起。白斐丽，恋爱的前提是平等，你赞同吗？赞同啊。那我们大家需要都狼狈一次才公平。什么意思啊？寻人启事，寻人启事，别念啊！寻人启事，我要找的人，在一片黑暗中拔地而起。虽然他鲁莽的闯进了我的世界，并且在我完全不愿意打扫的情况下逃走，下一次再冲进来。别念了，不要动。但我还是希望他能住进我的世界里。虽然因为他的横冲直撞让我的世界开始破裂，好了，别念了。接下来的我直接告诉你。那些裂缝